打跳舞欢快的节奏教学教程，这个舞蹈其实动作就2个8拍，然后一直在重复。来，我们从第一个动作开始讲起哈。这个第一个动作跟我们小时候玩那个游戏叫做跳房子很类似。首先，右边踩实地板向下踩两次，左边的小腿向上抬哈，换左蹦两次，来右边两次，左边两次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的加上一点点小细节，右脚蹦两次，对不对？在第二次的时候，左脚点回来，左脚蹦两次，第二次的时候右脚点回来。来，我们加在一起哈，预备走，1、2、3、4，好，5、6、7、8，打开你的右脚，右左右左，直腿摆胯4次。好，接着我们身体面向你的左前侧，面向正确的方向，来加上我们的手，来一遍哈，右前侧蹦蹦，来预备走，右蹦两次，左蹦两次，摆胯4次，5、6、7、8的时候，把右脚抬起来，方便我们接下来这一遍哈，第二个八拍重复第一个八拍动作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好，接着第三个八拍，也就是我们第二个动作哈。我们身体先面向你的正前方，先来说一下脚步的动作。左脚从后向左向前，划一圈回来，右脚小腿向上抬2拍，接着右脚向下踩，左脚从前向左向后划过来，右边的小腿再抬起来哈。它的节奏是1、2、3、4，换5、6、7、8。还要说一下身体的方向，1、2、3、4，把我们的身体从左前侧带向我们的右前侧，1、2，好，带向我们的右前侧，3、4，保持不动。接着5、6的时候，身体再面向我们的左前侧，7、8，右腿抬起来，保持不动。来，我们加上蹦来一遍哈，来预备走，左边腿抬起来的时候，踢腿的时候，右边蹦2次，来预备走，1、2，好，3、4，左脚，接着5、6，左脚抬回来，7、8，再向下蹦哈。来，我们再来一遍，预备走，1、2、3、4，换5、6、7、8。第四个八拍重复第三个八拍的动作，然后5、6、7、8，四个八拍重复1、2、3、4的动作哈。